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上海地区3A 级的一个景区，也就是所谓的田字坊。这个田字坊是位在上海市区里面，所以说我们搭地铁可以抵达，只要一出地铁站之后，就可以马上从2号的入口处进入田字坊。这是拍摄影片的过程呢，就是把它剪接为3阶段，第一阶段是整个原汁原味的，我花十多分钟逛这个田字坊景区里面的街道小巷弄里面的一个情形，原汁原味的呈现。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它景区里面一些不错的景色，我用拍照的方式呈现出来。第三，我进去之后我就在里面玩自拍，最后的阶段就是我们自拍的一些照片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传说中的田字坊，十几年前来过的田字坊，我们进去看看里面。
是大白兔，江西的面色。这边是从小巷弄走到这个小区里面，我先拍这一段。
欢我的影片，麻烦您按赞、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，感谢您。